比较危险的问题啊，那个保头一下去。危险的问题，听不懂。没有了，他也不会让你上。下一集啦，那个下转的部分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这边，你看他的右手，手里有握着一个拳头，为什么要握着拳头？牛头，好，那大家猜一下这一头牛的品种好了，水牛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答案？看不出来，这个牛尾在后面，这一头就是黄土海牛。这个就是龙了，啊，龙的头在哪边？在我们前面那边看过去，这只老鹰要直接去吗？因为这只老鹰要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刚刚那边有一只电塔，电塔你再往前面看过去，看看在老鹰在这边，然后慢慢的延伸过来到我们这边是翅膀，右边的翅膀，这一只蛮像的，这只老鹰没有找到的没关系，可以举手再说一下。这个要多，就这样啊，在那边对不对？电塔就往上延伸，延伸过来这边嘴巴就在一起。那只是狮子的，前面防石头，狮子在你，狮子，啊，这是龙头，头在那里，那是老鹰，这是翅膀，老鹰在那个塔下面，翅膀在这延伸过来，这龙。好。龙头，老鹰，鹰嘴，翅膀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这边以前都会养一些羊妹妹的，那为什么这些羊都是绿色的？都是绿色的，为什么这些羊都是绿色的？这里啊。真的好像。你先啊，这里啊，对，来给你看，比较远。你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你再上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最后这个最好，哇，一二。